你要几个另一半呢？只要一个就够了。可这个是谁？这个比较重要啊！这个在哪里？这就叫缘分。否则我们常常讲姻缘一线牵，到底在讲什么呢？所以我们从构卦，我们来体会这些道理，应该是个很好的线索。初六，它一方面跟九二、七比。 大家一上一下，比邻而居，就叫亲比。一方面，他又跟九四相遇，因为他相应嘛。所以初六如果他很清楚的话，他知道他的对象应该是九四，而不是九二。可是偏偏呢，大家常常见面，日久生情，他很可能就嫁给九二算了。 因此造成很多的问题。初六，他的爻辞说的很清楚：“系以金泥。”金泥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们乡下人他养家畜，他怕他乱跑，他会用一条绳索把他箍住，绳索那一端箍在家畜的身上或者颈部。 另外一端呢，它有一个比较重的金属，可以插在地上，就是让这个家畜还是有活动的余地，只不过有限制，在一个小范围里面。细雨金泥，就是说把一个小女孩子放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，不让她乱跑，好比拴上那个系好的绳索一样，征集。只要你用的正当。 你是会得到好处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一群男生里面，只要有一个小女生在那里，跟这个也想打打闹闹，跟那个打打闹闹，你应该知道后果会怎么样。就是这一群的男生里面，将来没有一个敢娶这个小女孩，因为谁看到他都怕嘛，看谁都拉拉扯扯，啊，动不动就拉这个拉那个。 长大以后，她就变成典型的交际花。女人一旦变成交际花，那你就永远是在欢乐场所混生活了，因为谁都不会把你当正派女人看待。初六就是什么？就是相遇的开始，阴阳相遇是要慎重，所以他才接着说。 有幽王见凶，你如果要往前去走的话，你会有凶祸，你会惹祸。你要保守一点，你要谨慎一点，你看清楚谁是你的对象，你才能够有幽王。如果你盲目的有所往，那个后面的问题是很多的，就是提醒我们。 就算是微微的动，你都不可以轻负，你都要小心，因为下面那句话是很不好听的，叫做雷“雷死佛之足”，“死”就是母猪嘛。那为什么要用母猪来形容呢？来比喻呢？嗯，因为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说，猪比较卑贱。当然了，你可以说现在动物学已经不是这样的。 啊，猪是很干净的，猪是什么你可以讲一大堆，那是另外的事情。我们要了解他当初用这句话，他在形容什么？他的用意是什么？这个比较重要。当初我们认为猪是比较卑贱的，那母猪它的性是比较好淫的。佛在这里解释轻浮，它很轻浮。 他不稳重。你看那个小女孩，你一定有两种想法：一种就是你随便摸摸她，随便拉拉她无所谓；一种呢就觉得好像不要这样子，她不喜欢这样。你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嘛？凡是动不动人家就会给你动手动脚的，你要反省，就是你自己发出那个信息吧，说来吧、啊，来吧、啊。 那你还怪谁呢？你是个小女孩，你从小就要学习比较庄重，受人家看得起，那人家不敢随随便便跟你动手动脚。小象说的更清楚：细精金泥，柔道千言，千是什么？千是引进。你看九四来引进你的时候。 你才可以发动、啊，你才可以往上走啊！因为刚它是带头的，柔它是尾随的，要受人家的牵引你才动，没有牵引你不要乱动。在这个快餐文化泛滥的时代，部分男女开始热衷于只要快乐不谈未来的快餐式爱情，忘记了身为男人、女人应守的本分。 勾卦》的初六爻告诫我们，与男人交往时，女人必须掌握分寸，如此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。那么，身为一个男人，如果遇到了不请自来的艳遇，是坦然接受还是拒之门外？你又会如何选择呢？《勾卦》中的九二爻又会给我们怎样的忠告呢？九二爻，包有余。 这讲的更奥妙了。包就是厨房，你厨房怎么出现一条鱼呢？这条鱼指什么？就是初六嘛。啊，初六偷偷的跑到你九二的怀抱里面来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做艳遇嘛。九二也没有威胁利诱，他什么坏的思想都没有，可是初六他就跑进来了，投怀送抱。为什么他讲无咎？ 就说只要不是你去引诱人家，只要不是你用恐吓、威胁、不正当的手段，应该是无咎的。但是不利兵，兵指什么？指九四，你对九四就非常不利。我们为什么反对师生恋爱？为什么？就是你是九二嘛，那初六是你的学生嘛。 学生没有见过世面的，他只听你老师的课，认为你是老师了不起，全世界你最伟大的，他就开始爱慕你啊，干什么？那你老师要自己清楚嘛，我们两个不相配呀、啊，你不要耽误人家、啊。小象说：“包有余，溢不及兵也。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控制自己。” 你就把这条不明来路的鱼，或者不应该是你所有的鱼，把它占为己有了，那就贻害了其他的羊羊对他人不易。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，你就会适当的自己控制自己。现在人大部分不会这样子，啊，有机会，我怕什么？ 甚至像人家已经结婚了，都说我有爱他的自由，你看，不要不要？那就不安分嘛。当种种诱惑摆在眼前，怎样才能抵住内心欲望的膨胀？古人云：“直指长指，终身不耻。”指皆是伦理道德，唯有以此自律，才不会做出越矩之事。那么九四爻的无鱼之凶。 又是因何而起的？缘起缘灭，往往不随人愿。我们又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呢？我们现在看九三，九三它是单位，可是呢，阳居阳位，它太刚了嘛，那跟柔的缘分呢，就可能有点背道而驰。你可以看到几个爻里面，它是不得意的。 他就是一辈子都是独身，所以才会腾无夫，其行知居立。可是呢，立完以后告诉你无大究，没有大的问题。因为他之所以会这样子徘徊进退两之，最主要就是什么？行为牵也，他的行为不是很牵强。 他还是比较顺的自然的规律在走。如果牵强的话，他一看九四这样子，他干脆去跟他抢初六，那就不太好了。我们现在看九四，九四原来他跟初六是对应的，结果呢，你自暴自弃了，你该去追的人家你不追，结果呢？那条要鱼啊，溜到九二那里去，那一共只有一条鱼啊。 你跑到九二、九四、就包无鱼的嘛，所以那个起凶就是凶由你自己引起的，而不是说“哦，我的鱼跑到哪里去”，那我就是一时愤怒，我就来行凶，我来引起这个凶祸，不是这样。哪句解释错的了？每一个人都要先反省自己，如果错了，凶由自取。 我还怪九二干什么？小象说：“无语之兄，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子呢？”远明也说：“谁叫你离开群众那么远，对不对？你呀、啊，要去照顾初六，你还等什么呢？那既然你放弃了，初六跟九二，如果真的和和的话。” 那你就算了吗？小象这个无鱼之凶是干嘛的？就是有点奖励九二。虽然你做了一些不利九四的事情，但是过错也不在你，已经造成这样了，你就好好去维护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。但是他有点警戒这个九四的，说谁叫你？ 自己不争气，你老在那等什么呢？像这些意识啊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把它套起来，你整个卦才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如果你还在为一时的得失而怨天尤人，不如现在就开始自我反省，找出问题的根源。正所谓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那么，当我们回顾历史。 又有哪些事例是与“构卦”之象有关的呢？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又是什么？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，频繁的文化交流又是否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呢？九五是卦就是构卦的主爻，它告诉我们：你居中，你又是尊位，你一定要下求贤能。 就好比你自己是高大的乔木，你不要高高在上，你要舍得用你的叶子去包那些在你下面的那些瓜。所以九五的爻辞是以什么？以起包瓜。起是那个高大的乔木，瓜是什么？九二。九五呢，它就是适当的去礼贤下士。 然后让九二能够好好的做事情。含章，含章就是说说把美藏在里面，有孕自天，有孕自天的意思就是良好的效果，它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，不是说在那里等天把这个效果降下来，不是这样子。九五要自己好好做。 一开始就要防止那种乱七八糟东西进来，那就是初六爻。初六爻，你他妈一进来马上见凶。记住啊，君子满朝，可是小人一旦钱在底下的话，你就糟糕了嘞。大家想到谁？想到唐太宗时候的武则天，是不是初六？当时还已经有人跟唐太宗讲。 有个姓武的，将来会把你整个都毁灭掉。唐太宗一听很紧张，所有姓武的都给我抓起来。结果抓了很多，都倒霉鬼。他也知道武则天就在他旁边,边，也知道他姓武啊。他他看一个弱小女子，他会怎么样？出出力啊！他没有想到那就出力啊。最后，当你发现武则天的厉害的时候，谁都没有办法。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宣扬文化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刚开始有什么新的东西，大家要特别小心，不要认为新的就是好的，然后用很好奇的心去迎接它，然后一引进来，变成很普遍的东西，那就已经造成无可挽救的一个恶果。 我们一开始就很谨慎，再三考虑，甚至在一个小地方做试点，然后把它调整一下，变成最合适我们的，慢慢的再让它扩展开来，而不是完全全盘照打，然后搞得全盘皆输。小象就说明了，九五之所以能够把美藏起来。 就要归功于九四，九四他牺牲自我来成全九五，为了整体社会的风气，就这样做好了。我们说清楚一点如果初六他跟九二成亲了，九叔会说不行，这是我的对象，你怎么可以夺人之爱？那两个人吵起来。 就算说好，最后你把初六又抢回去，整个风气也是搞坏的。中正也，九五他的位置很好，他居中又能够守正道，所以叫做中正也。有运指天，自不舍命也，因为有天命，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。 我要礼贤下士，我要让九二好好去发挥，然后带动其他的九三九四，我们共同的来把这个社会风气把它扭转过来。只要他有这样的志气，最后是会成功的。整个卦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谁该怎么样。 谁都要尽力去做自己的事情。每一个人都要了解，这如果不是我的，我就不要据为己有。这样的话，就各安其位，各安其分，然后整个的遭遇啊，就会比较正常化，就会妥当化。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，每一片土地都曾面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。 这样的碰撞或许会推动一个民族的进步，也有可能将其搞得面目全非。一旦如此，勿忘垢挂的忠告：面对不好的愈合，全盘接受和一味打压都不可取。取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最终将其化为己用，才是明智之举。那么，如果我们不幸错过了愈合的最好时机，又该怎么办呢？ 上九，构其脚印，无咎。就是相遇的机会已经到了末端的你看一个人，随着你年岁长大，你二三十岁的时候，就是你找对象的时候，你不去找，你一直拖，拖到三十岁。 三十岁到三十五岁这五年呢、啊，是很难找到对象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要么就是太过内向，要么就是工作太忙，要么就是害怕跟异性交往。那你一时要调整过来，一调整不过来了，或者拖拖拖拖到三十八的三十九，他又急起来了。 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。勾起脚，就是当你的十分年龄过了以后，你这个遇到已经穷极的，穷极怎么样？当然有利呢，可是无咎。无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、说你不要再去兜初六的啦。初六跟上九各处在卦的两端，你要争取民心的话，你也要透过别人。 你没法自己去的，他无咎，就是说，你能够了解你自己的处境，你就认了，那就不会引起问题了。那还有什么咎呢？所以小象说：“够其脚上穷令也，你再上位的人，你一定要放下身段，你一定要委屈自己。” 然后去迁就别人，如果你像上九这样子的啊，高高在上，不理别人，你们要找我，我还不见得见你。那你能够遇到什么样的人呢？你无所欲，那你当然因为穷而吝嘛，所以叫做上穷吝也。那怎么办呢？ 难道没有办法吗？有，只要你不要怨天尤人，你不要老怪这个怪那个，你就无咎了嘛。我想我们看完六个爻以后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体的印象，就是、说婚姻它是有缘分的，尤其正常的比例是男多女少，所以有机会。 你不要放弃，但是没有缘分，你不要盲目的去争取，也不必要。我们奉劝大家，你碰到好人是你的幸运，但是碰不到你也没有办法，这叫做可遇不可求。因此，我们就想到了，你既然遇的，你就要求什么？要求和的好嘛。 你没有遇到就算了，一辈子没有遇到好的对象，你就独身算了嘛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没有鱼就没有鱼嘛，什么了不起？你吃瞎子吧？现在不是的，现在我们有好的缘分，我们愈合了，愈合要怎么办？对，就要好聚的。所以为什么够卦的后面就是翠卦？翠卦就是要把大家的好处把它集合起来。 这叫做聚合之道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聚合之道。谢谢大家。